寻找我们的电池喽。下一关。哦，你们怪物都长一样哎，给他们自相残杀。我要先走了。呜呜，感觉那种虫族跟外星人的那个战争，然后我从中间瞎搅和，你知道吗？就我们是第三势力，也不能说第三势力啊，第三入侵者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外星人的领地，然后虫族进来瞎搅和，还是啊相反呢？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是不是？啊，总而言之，打就对了。我直接暴击，好爽哦！我觉得这个玩这个有一些角度你会因为地形的关系跟一些遮挡物的关系而没有办法好好进行输出，有一点难度啊，真的是会有点难度在啊。看我升级了哦，而且这个准星讲实在的又不怎么的明显，干什么东西一直追，妈的追三小。我看一下可不可以设定一下我们那个准星啊，准星的那个眼，准星的那个形状太不显眼了。你看那个准星超级不显眼的，有时候场面一混乱，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自己该瞄哪里这样子，就有点不太好就是了。然后我升级了，看一下点什么，随便点。哦，原来这边有个存档点哦。哦，原来如此。这边有什么？啊？嘿嘿嘿，找到秘密，然后我死掉了，这样子哦。哈哈，谁知道那边有个尖刺啊？靠腰嘞！你看，看到自己的尸体了，跟自己长一模一样呢。笑死！我们要捡到什么？蜈蚣啊！我们第二把蜈蚣出现了。哦，他这个能力值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其实找达到同样名称的，可以直接把它卖掉了。嘿，赚取浅钱。哦，我们现在钱又一多，哎，好爽啊！嗯，啊，为什么这不能用了？复活只能复活一次，是不是？好不，就不要被复活掉了。不管了。我不应该把他打掉才对。现在我上不去的，拿不到了，那么都算了。Bang， 碎啦！又是管子。哇，他们现在血越来越多哎！我靠！好，算我把这个管子留着好了，感觉之后会有用处。好，这边又一个箱子，好爽哦！一直狂送装备给我们嘞，加1%伤害减弱，加1%任意的武器伤害装备。哦，这个我可以把它卖掉了。哎，那格子只有这几个哎，哎呦，差点掉下去。算了，不能上去，直接走这里好了。我靠，这什么东西？会吐？我还中毒哦，中毒还扣血嘞！哇，那爆炸之后，它那尖刺会喷出来，喷到你。快吧，快吧，快吧！哦，他们现在血变好多哦。啊，我现在要往哪里走都不知道啊。一直卡卡的，然后知道怎么上去啊？好好奇哦，再把它放下好了。嘟嘟嘟嘟嘟，这边有个秘密，我上不去那个秘密。噔噔嘟嘟噔噔噔，走这里看看。这边也有路，
我就知道。哎呀，好爽啊！又一个头盔，飞行员头盔加20%最大生命值，减35%，我还不给你装上去？抱歉了，陆战队头盔，再见了。有更好的我就这样装啦，还等什么？是不是？我是你，我就装了，装起来。哇塞！炸起来！炸起来！这没有什么秘密吗？干他不？射死他们！射好射满！哎呦，痛哦！哎呦！踩在他们头上，他们好像也没办法对我做攻击，哎，这是一个战术打法嘛。我们等一下全部都踩他们敌人的头上打好了，感觉好像还比较轻松一点嘞。刚刚呢踩上去，他完全就丢在那里，没有办法动弹。那重点是你要踩得到啊，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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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啊踩，快死了还踩。我这家伙其实伤害真的很高啊。结束。哎呦，你哪时候来的？哪时候突袭我啊？这个，我马上找到另一条飞船了。哎呦，另外一条飞船，经过我的感应，它是一个静态的物体。哦，混凝土基础。啊，如果小偷在这里的话，我才不管这有什么基地地基呢。升77。门锁上了，怎么办？你有检查门前的毯子吗？下面可能有钥匙，就真的有。吸气，我得给你升级一下缩效的过程，缩效的程序。你需要更改设置吗？等有时间吧。这个机器人无脑啊，什么东西炸了？哇，机器人矿工！哇哦，我比较好加的这机器人。射一下就爆炸了，不然我可能被打死了。他这边直接开一个洞啊！这什么？通行卡？哦，通行卡。所以说以后有一些关卡必须要靠这个通行卡，你才可以进去。原来如此。有了，我们有通行卡了。Open， 终于进来了。另外一条飞船，船长，我感应到这前方有类人生物，应该人类生物吧？要我送他们手榴弹尝尝吗？也许我们应该先和平沟通。好的，按照你说的。不过我还是准备了手雷，感觉不安全就丢出来。沟通时间，有人吗？那边的，让我看到你的双手。呜、哦，牛人吗？哎、欸，哥布林哎、欸，别开枪！我是布雷兹，你是谁？我萨达尔，我是定居于此的人们首领，哦，当地人哦。我们是伟大克哈的后裔啊、哦！我们三度踏入永恒之川，我们不会用德古后裔的耻辱来掩盖自己的外表。公安小，好啦，所以说到底重点是什么？我们不使用数据载体，我们的故事只有口耳相传。不过我可以给你殖民者留下的储存单元，就是一些资料。当然，不过重要的是，我对我的电池更感兴趣。我不想要开枪射你，不过你的人偷走我的电池，还我电池，我就飞走。我们已经许多一个月没有离开庇护所了。一个危险的掠食者在附近停留，我无法到达峡谷。我们有人被怪物吞噬。为什么你们不另寻他处呢？这里是我们的根，我们祖先灵魂就在这里，不能离开。那头野兽阻碍了我们通往主要食物来源的峡谷道路。我们尝试着和他战斗，死了很多人。那个怪物太强了。我知道你们要叫我去帮你打，对不对？没问题，冲吧，射他！哦，没办法把他射死啊，可惜了。好啦，我们去帮他打那什么鬼生物啊，打
打一打就对了。看一下这个，哇，这人都长这样子，这只长得其实还蛮可爱的。这边有什么？好像没什么。我们直接停在这个地方。他们的首领长这样，好，帮我们打什么怪物来着了？等一下，上面还是下面？这附近有什么装备可以捡啊？搜刮一下啊。这里，哎呦，不好意思啊，路过路过。捡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哦，原来是食物啊，水哦，继续捡。这什么？锁上了。不过这里有一块名牌，油漆已经斑驳褪色，看下去是很古老的哈。车库啊，好极了，只可惜上锁了，找到钥匙才可以离开这里。居然是个车库？哪里？看一下，哦呦，这有卖武器哦。最终裁决，这边有卖一把好屌的枪枪哦，840块钱。其实我有钱啊。哎呦，你看我的车库里的机，你看到我车库里的机器了吗？要知道我是多么梦想得到它，想得我睡不着。萨达尔答应将它作为解决怪物的奖励，总有一天它会是我的。好，所以说我把怪物解决掉了，我可以拿那台车子。哦呦，吓我一跳，那么大声。这什么？绿色牛仔帽，加5%经验值，但是呢，它的防御很低。其实我没有很急着要练等，所以我还是把它卖掉好了，卖起来。然后这个铁管也是卖起来。我也想要买这一把紫色的武器。看一下，伤害18，加10任意武器增加伤害，15%格挡恢复暴击几率。这把就是这把甜心的强化版啊，那我把这把卖了吧。哦，感觉更强嘞，好猛哦，爽歪歪。然后这边有个头盔，买一下好了，看一下到底是什么。5%隔挡几率，6%削弱，加10的防御。哇，可是这个是最大生命值加20哎，如果穿这个我血多少啊？我血有250。那如果我换上这个咧，血变多少？208。完了，我就好像买一个垃圾。我突然还是觉得这比较好欸，我真的觉得这比较好。好吧，卖掉。以后不要乱买了，买了个垃圾，真的买垃圾欸，我难过。啊，不过我觉得武器买到一把不错的啦。紫色的，哎呦，哎，我怎么卡住啦 ？Hello， 救我啊！我完蛋了，我卡在这里了，怎么办？抽筋该死，完了，我该不会所有东西都要重来吧？希望不要，还真的嘞。对，最左边也没什么。上去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神秘箱箱，水。哦，找到秘密，水哦哦，消防斧，然后居然是紫色的，320哎 ，Oh my god， 这可以卖了，不好意思。哎，我包包超满的，然后什么施打兴奋剂。提高能力，暂时性提高能力。我靠，我觉得我应该先装备我们这个补血好了。20秒补15滴，这个 7.5。哎，讲实在，我们东西好多哦，好难取舍哦。该怎么办呢？算了，这个先装备好了。好，消防斧。哇，伤害320哎，这拿来打完应该也蛮有用的吧？还是我们把霰弹枪给换下来，装那个这样子？哎，没有，我们直接手榴弹不装了嘛？哎，不能装，3号手榴弹不能拿来装备哦。哇，只能拿来装备我们的手雷。哪里过来？我们手雷也够多了，你知道吗？强化手雷一个，我把这卖掉好了。占空间，
我们把这个手雷换成强化手雷，只能丢一颗。OK， 这样子的话，我们二号就要解除装备，解除装这个。哎呦，差点按到慢出，哎，按错。装备啊，等什么？啊，有了装备了。哎呦，感觉凶哦，非常好。有一个近战，一个远程，可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打怪物了。掉了一把枪，蝎子哦，慢掉，没有用。居然是蝎子啊！这什么？解毒剂，太空低语套装。我现在身上的装备是什么？哦，我这个是紫色史诗的嘞，不需要啦，才不需要呢。我要怎么办？哎呦，居然受伤了！斧头战士，喂，什么？我操！我死掉了。死去，死去，死去！这边有没有路啊？这边没有路。哦，传送点在这边，左边有什么？欸，有两条路欸，我走左边看一下好了。这游戏居然还有分支哦！这条路通往什么？秘密花园，直接炸掉了存档点。哦，不对劲哦，这就是所冲。哇，原来是大蜘蛛来着的。好啦，花一下我就快死啦，很棒哦。啊，我杀他的手到底有没有伤害啊？感觉好像没有欸。啊，我死了。这也太难了吧！嗯，他不攻击我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哎，这个真的很难，我必须要讲，真的很难。我被撸一下就死掉，这是要怎么玩啊 ？Hello。轻轻挥一下，我就归西啊！啊嘎，你老师嘞！哇，用完了，命被我用完了，砍他的头，我感觉用砍的伤害比较高呢。干什么？干什么？这边可以借我踩一下吗？恢复生命用的。这有什么？没路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跑错棚了？这个敌人超强的欸，对啊。哦，可是砍他一下超痛的，说，我觉得我有希望哦。我们先安顿一下，慢慢回血好了。他少了，哈哈哈哈。干掉他！哎，我快被干掉了，没子弹了，非常好。完了，他这个回血不行啊，没有一个火力压制。啊！我又死啊！呼水。我操！哦，要赢了哦，终于难打死了，受不了，终于打赢了！天哪、啊！哦，升降梯终于下来了，我终于结束了，子弹都射光光了，我的天哪、啊！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宝物可以捡？哎呦！
这个是史诗的突击步枪，哇，这个换了啊，等什么？我还不给你换起来哦。